战斗陀螺野兽队是今天早上看的啊。野兽队啊。对啊，他有犬界啊，他用那个啊。玉山头犬。可是犬界为什么变成敌人了？犬界打败暴风巨神啊。那是打败那个墨绿鞋的。打败无信义是吧？战斗这蛇，战斗军的长衣不是有没有力量的心情，不是是输的。但大局突然将基地的围篱所给换了，没有告知当地的里长，还要求里长签切结书才能够取得新钥匙。Yeah.